很多人都在找风水师看风水，但你知道最高级的风水是什么吗？如果你掌握了最高级风水的方法呀，这辈子做事都会很顺。有一个有钱人请了一个风水师给自己家看祖坟，一路来到了山上，马上快到墓地的时候啊，发现墓地周围呢鸟雀纷飞。然后这个有钱人突然说，先生，咱们不看了，明天再来看。那风水师就不解呀，说我们都已经上了山，为什么不看了呢？这有钱人就解释说，我们家墓地啊周围种了很多果树，周围有一些孩子吃不饱饭，就来到果树上摘果子偷果子吃。说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呢，孩子受到惊吓摔下来就不好了。说完这个话呀，风水师也说了，他说你们家的风水呢我不看了，你们家做什么事都会顺。这回有钱人不解了，他说为什么不看了？风水师说，其实你要知道，最好的风水啊就是人品，人的吉凶祸福，人所有的命运都藏在人品当中。你这样的人品做任何事情啊都会顺风顺水。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向外求，去做了很多风水的布局，都不如修好自己的人品。所以人世间最大的风水是什么？就是你。